台湾是个自然环境复杂的岛屿，孕育出了生物的多样性，是一座丰富的生态岛。生态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内，各种生物群体和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所连接而形成的复杂体系。生态系没有固定的大小，如地球是一个大的生态系，一个小池塘也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的基本组成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土壤、水、日光等生物及非生物因子，供给生物生长的活动的空间外，也提供成长、生存、繁衍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和环境条件。其中生物部分很难独立生存，每种生物都有特殊的生态区和功能，彼此以食物网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连接。台湾本地人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一般对台湾的生态循环感知不是很深，即使某一个生态系统发生了改变，有时候也是润物细无声的。但是外国人来到台湾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才来一回，如果同一地点第二次去，感觉上就会翻天覆地的发生变化。比如说登山吧，几十年前去台湾登过山的可能还发现过步道周围、景区周围有很多点缀的人工林，现在再去就感觉树林的种类更加丰富了，不仅仅限于台湾人常种植的柳杉，而且多了一些像竹林呀、果树啊、樱花之类的树，跟远处自然生长的原始森林遥相呼应。柳杉林呢，是日本引进的外来种，为台湾早期重要的造林树种，直至目前已经成为台湾极具优势的人工林。早期柳杉主要作为商业性木材生产，或作为电线杆、小木屋建材，后期则转为强调水土保持、提供森林游乐、生态保育教育等功能。这一树种被选用的次数很频繁。竹林属于禾本科植物，用途广泛，为台湾中低海拔地区常见的人工林景观。由于地下径之蔓延拓展，经常形成大面积的竹林，景观优美。台湾分布面积较广的、经济价值较高的种植种类有桂竹、孟宗竹、长枝竹、麻竹、刺竹和绿竹等。果树气温较低的台湾山区适合栽种温带果树，主要在中部离山大甲溪上游，以栽种水蜜桃、梨、苹果等。其余常见果树大多生长于海拔8000公尺以下的地区，以气候条件的差异，中部地区为荔枝、橘子、柳丁、高阶梨、柿子等，南部地区为芒果、龙眼、木瓜、柠檬、芭乐等。低海拔区则开辟槟榔园，然而果树的种植区域可能是砍除原始森林而得，容易有水土保持的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是，台中的和平梨山梨花开放时非常壮观。不过到台湾看到最多的树林就是原始森林了，你不一定有机会完全进去，因为进去就会迷路，很难再出来了，但欣赏还是可以的，也就是远观。台湾的森林种植分布随着海拔高度和南北纬度差异有所不同，大致上按垂直气候带分布的话有七种类型，由上往下分别是高山寒原、亚高山针叶林、冷温带针叶林、凉温带针叶阔叶混合林、暖温带阔叶林、亚热带阔叶林、热带季风林。台湾的陆地部分有高达 60% 都被森林所覆盖，除了阔叶林，原本出现在温带高纬度的森林植群也出现在了亚热带台湾的高海拔地区。理论上基本按照海拔和温度来分布，但实际上你在台湾无论爬到哪一座山，不管是最北面的还是最南面的，都感觉错综复杂，要不是专业人员根本就搞不清楚台湾这些树种的分布。当然因为台湾的高山实在太多了，气候条件恶劣，冬天冻死人，夏天闷热难耐，很多植物的分布都是在自己的天气小循环中生存的，没有规律可言。例如按道理高山寒原分布位置海拔3500公尺以上，年平均温度80摄氏度以下，年雨量约为2800公里，需要的气候近似北极圈的寒冷，土壤化育差，日照强，风大，环境恶劣，仅玉山的圆柏和玉山杜鹃等高山矮性的灌木及位于碎石坡的草本植物才能生长于此，
但我们发现很多高山即使不如玉山高，一两千米两三千米也有分布，而且有一些花还开得异常艳丽，挺神奇的。像合欢山你也能发现玉山杜鹃，本来是森林杜鹃的红星杜鹃或者是野生杜鹃，但人家玉山杜鹃偏偏不信邪，你不是说我要达到一定温度才能在这里开放吗？不，在合欢山也能看到类似的。您在台湾的山上不要找规律，遇到一些花开放不要较真钻牛角尖，否则肯定会被大自然给制服。另外其他方面提个醒，砍个树弄个花全部把它给搞到自己家里去那是不可能的。像台湾是禁止砍伐的，一根都不能动，台湾自己人用的木材几乎全是进口的，所以破坏环境会遭到天谴的。台湾的生态系统很有意思，在世界气候环境里跟大家一样参与循环，此外它还有自己的小循环系统。一座山脉，一个湖泊，一个特殊的地形结构都可能是一个小的生态结构，变化多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外地人来台湾感觉天气多变的原因。台湾的天气跟女人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一边还出着太阳，过一会儿可能就会倾盆大雨。水生态方面，淡水是一个体系，海洋是一个体系。淡水系最主要的是河流湖泊，河流生态区可分为上游森林区、中游农垦区、下游出海口。上游森林密布，为水生昆虫和许多藻类的栖息地，鱼类则体型不大，能适应低温与急流环境，如著名的樱花沟吻鲑。中游河流常流经人类的农垦与都会区，生态上植物以大型固着水草、浮游性藻类为主，动物则以体型较大的鱼和底栖动物为主。下游区汇集各主支流的水体及污水，水质较差，生态与中游相似。我们有一个疑问，台湾的河流流速一般都很快，为何还有那么多湿地和候鸟区呢？另外红树林也有不少，这可能跟台湾的保护有关系吧。台湾也曾经经历过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期，也不是没有污染过河流和湖泊，现在可能更加注重生态的保护和治理吧。特别是像红树林在台湾能看到很多。台湾虽然生态资源较为丰富，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非常脆弱的，单个循环的小系统也比较多，而且复杂，需要每一个在台湾的人去呵护。也希望所有来台湾旅游的人能够注意，不要破坏这里的一草一木。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小周，咱们下期不见不散。